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你知道吗？当阳光洒在他到底还有什么口袋名单跟法宝没有拿出来？还有非常多，这样给真的啦，多点。很恍惚，好像吃到什么，他今天早上还在那个草原上奔跑，我就被一抓，哎，抓过来直接做人汤，这么可怜啊！他跑一跑被抓了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跟你讲，现在我已经有恃无恐了啦，现在就直接冲下来，我也不怕收不到车了啦，因为收不到车才多人看嘛，难怪对不对？有人成天老板被骗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很近呢、欸，很近吗？你说从高铁过来吗？对啊，你有没有他掐嘛？没啊，二十多分钟，大概不到半个小时，就像苏西耶呢。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乡下的那种生活的感觉，很舒服，然后去高铁又很快。没有想象中那么远。哎呀，对啊，你的胡须怎么有一根没有用好？没用到，很调皮耶。不，我来讲，有史以来任务出最远的一次。最远的一次啊？我们最远的任务目前第一名啊，第一名蛇丸来到这个我们屏东国境之南。国境之南，而且当阳光再次回到那。天父也会拍一些短影片吧，我也蛮期待的。我没有准备，没有准备吗？没有把避难城的衣服带下来啦。哎呀，我都帮你想好名字了。想什么名字？生命郎，生命郎。今嘛叫做屏东瓦西郎，屏东瓦西郎。上次我们在那个好像尾牙遇到嘛，竟然现场给我考试，说小师今天吃什么郎哦，要求啊，好险我反应够快，一星期啊你几来？我还真没想到，嘿，他对车是有一定的认识的，你知道他在。Honda 的屏东厂，对，屏东厂组装新车的地方，做组装，哇啊，为什么不继续组下去？阿公就希望说，哎，可能考公务员什么之类的，我就出来这样子。对啊，他就老人家嘛。Hip YT， 就考公务员的时候太无聊了，然后就开始拍。他们第一就是希望小孩子怎样，就是稳定，就稳定。就公人员最稳定，然后他就叫我说：“哎，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出来考个试？”你起码嘛是属于 YT 的公务员的一种，算是。哎呀，啊，关系关系，习惯习惯啊。对，那算是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嘛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哇，无心插柳一般是柳成枝比较多。柳成枝就不小心就不小心嘛，就有时候人生就是运气。对，真的。对，就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我就觉得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是一个蛮幸运的人。对啊，而且更棒，还可以做自己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幸运？人要善良，心存善念，幸运啊，就会幸运了嘛。有啊，但他公差三十分钟啊，其他拢还没讲。我来讲到伊周引擎的公差二十分钟。引擎真的是不错哎，真的很赞。而且整个厂里面啊，我跟你讲，就只有引擎班啊，那时候的冷气开最强。哦，讲那么小声，像悄悄话，可是其实麦全部都收进去。刚刚那个悄悄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们那边冷气最强，全部都录起来。对，我那时候还真的觉得说，好爽哦，怎么全部工厂就我们这里冷气最强？后来我就问班长，然后班长才跟我讲说，为什么会冷气？热胀冷缩啊。他说可能还有这个之外，他说日本那边因为台湾本田是全日制嘛，然后日本那边认为说，哦，你主引擎的就是缸内不能污染，对，如果你太热，而且还无尘，对你太热啊，人会流汗，滴进去就是污染，所以我们冷气都开到很强。对，那引擎很重要，哇，是。很重要，我那时候觉得说，哇，真的是很认真啊，对，以本田真的是全是细节啦，所以你就买了本田的车。对，我那时候做一点，我真的觉得，所以你这台车是你自己组的吗？ Okay、我不太确定，不知道，我不太知道，你组完了去才挑到的，就对，但是我也蛮相信我另外一般的那个，对，我就不管他是谁组的，我觉得我都相信他们，而且我开到现在七八年来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。几十万就跳，要改款了，这一点对不？抽出力耶，对，价格就比较好谈呐，大家知道这个本田的价格就是。一律来比较硬一点，对，啊，我们自己知道啊，可是我们唯一的好处是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差不多要改朝换代的时候，就是刚刚你看酒面去开箱酒店一样，那个没人框的就好讲了，这边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这边没掉漆呢。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个然后没掉漆呢？因为就有一个载着小朋友的阿姨，然后我车就停在路边，停得好好的。然后阿姨就这样挑多拜，然后他的那个手把就直接撸掉啊，他就倒掉了。然后我也吓一跳，我刚好说，怎么倒掉这样子？然后后来我就去问说，啊，你们怎么样这样子？然后他起来就说，我妈不知道发生什么代志，我熊熊的为你遐找过啊。是啊，我说哦是哦，哦阿姨这样子哦，那。
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嘛。然后阿姨感觉又就是蛮可怜的。我说阿姨，安尼好啊，你不来接好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试就好了，就不追究了嘛。好险他没有倒了以后啊啊啊啊，你在地上滚啊啊啊，你在地上滚。只要你喜欢我，马上就晕到一个哇，马上就晕，马上就天旋地转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要去区公所也没问题。区公所，可能要等一下，稍微冷静一点，稍微冷静一点，要关圣定居九个醒杯啊，九个醒杯，可怜他九个醒杯啊。如果他九个醒杯用过，那我们就只能去，就去了啦，就去了，就处理了，只能先去处理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不处理不行哎。纯情的那个屏东男子汉，对，活到现在31岁，没有交过女朋友，同意了，动车也是就固定就一台。想当公务员，哎，想当公务员，哎，跟我在一起有一个好处哦，就你完全不用担心有前女友的问题。对对对对对，或者是你想当前女友，不，完全没有假想敌给他，哎，对，一次完成两个愿望嘛，女友跟前女友就一次达成了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不行，一次就让他变老婆，一次就变老婆，对不对？用过都说好，做口碑的。Avian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欧记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也吃鱼哦，都吃都吃，不吃冷而已嘛，不吃亏，不吃亏，人也吃好高高嘞。你讲的好像你有去过，你有去过哪里？哇，该不会对不对？你的公司哦哦哎，看我难过逃吧。我觉得汤啊，算是一个精华的所在，它有办法把全部食材的精华都灌在这个汤里面。你一口汤啊，喝到什么山珍海味，宇宙万物。我跟你讲，不要讲什么啦，我看他吃全家的关东煮，我都觉得很好吃。那个关东煮是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哇，我连看他吃全家关东煮，哇，好想去全家买了，那个真是很赞，那是我吃过算好吃的关东煮。我会期待，等一下上菜我们就处理。上菜我们处理，喝完马上去隔壁再继续处理。省一意面个吹了，来南部一定要吃意面，南部的意面。我以为是台南才省意面。我们这也有，我们这早餐就吃锅烧意面。锅烧、欸、可是这样跟台南其实很像啊，控霸崩嘛，锅烧意面、啊嗯，对，省一沙米啊，南高平啊。通常我们都是同一个脉络，但是我们的牛肉汤跟台南的不太一样，味道不太一样。哎、欸，味道不太一样。期待的，对，可以试试看。你刚一进来就闻到那个汤的味道。你看你去。人家讲台南就会想到牛肉汤，对。可是想屏东，我好像比较少听到跟牛肉汤做连结，对不对？我们牛肉汤也是历史悠久，所以你要发扬光大，发扬光大，发扬光大，这超赞！你们就是如果台南牛肉汤吃过很多遍的、啊，一定要下来试试看潮州的，潮州的不会让你失望。而且潮州，我觉得光牛肉汤应该十几间都有啊。OK， 把它带，吃起来觉得怎么样？意料之内吧，没有意料之外。意料之外，怎样？你是看不起屏东是不是？讲清楚，为什么是意料之外？我不知道，我知道肉都是很软的。不会啊，我那个牛小排那个牛角菌很好吃啊，就是跟小香庄不一样的肉感啊。哦，意料之外，意料之外啊。它炒的也不错啦，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蛮有锅气的。啊，我来大部分都吃根，我喜欢那种。我准备种迄个鸭肉羹啊，就是爱加伊迄个锅气。嘿嘿，锅气哇，那锅气。啊，无锅气就歹食。啊，锅气那伤济的时阵，就叫做臭味大。那是过了头了嘛？锅气过了头就烧。锅气过了头，烧焦。要不然就像师傅说的，没那反应。对，那就是有一些游走在那个对不对？烧焦与锅气之间边缘，来回横跳，稍微大怎么办啊？多加一点菜进去炒一炒，就变锅气，就变锅气。哎，对，哇，啊，没那反应，没那反应。好，我们等他送来。加一点黑醋进去，祝福的药水。对，哎，再多碗都吃得下的感觉，是真的，认真。我领这个就给阿呆试试看。对，阿呆来吧。鳝鱼是 Q 的，它面刚好对你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。对，我们也是对摄影师很好的。对，你可以刚好把这一坨那个干的也丢下去，刚好这个让你马上就是辨别说炒的跟汤的。可是我认真讲啦，醋加下去以后，这个赢了。我原本是干的，但这个醋下去以后，这个赢。哎呀，太强！因为它加成 level up， 祝福的药水，祝福药水直接灌下去，直接灌下去。这个黑水直接灌下去，我已经灌过了，我已经灌过了，就是 double 祝福了， double 祝福，祝福太多了，阿呆受不了了。阿呆处理一下这，阿呆处理的，好吃，处理，对，谢谢老板。变瘦了吗？有变瘦一点点，安尼较健康啊，安尼较健康啊，无迄比较偏的安尼穿甲要死，袂使动袂掉。整个拍片的流程会被我拖到，可是大家会顾虑到说，哦，他可能累了，让他休息一下这样。哦，对，但是我就觉得拍片这样子，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啊而拖到大家的时间。你这样我就想到那个木曜的那个运动会哇，那每天都挑战自己身体极限潜能呢。还是很硬哎，游泳看他游一趟很硬哎。幸好平常在游泳，
那时候是去25回来25，结果我发现对大家来说好像蛮硬的，幸好我平常在游嘛。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很常游泳，那说代表你体能还不错啊。对，我以前有瘦过，大学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瘦过，我出生的时候有3000公克而已。我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瘦过了，那就没有瘦过了。我出生的时候就快5000公克了，要死了，巨婴，4956，巨婴，对，巨婴，然后一路就这样子，对对，胖胖到现在，大学有喜欢一个女生，减下来，那时候每天多操，早上一起来吃个早餐，下午一点我就去游泳，游2000公尺，我看2000，两千，起来之后我就去打球，打篮球，我就会打3个小时 play， 3对3斗牛，大概3个小时，精力就旺盛了，对，然后打完啊，再跑3000，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累。哎，真正供电，锵，你知道吗？锵，那个晚上对不对？我家都没有铁锤啊，那个钉子都不知道怎么钉进去的，那你就知道了。我喜欢吃粒粒分明的饭，这个很猛，而且一定要现场吃，现场吃比外带好吃2倍以上。肉燥饭就不能焖的哦，对，你看几十年的功力就是肉燥饭要弄，你不能有那个汤汁留下来。因为高雄这，你有看下骹拢是汤八根，它这个淋的刚刚好。那一淋一勺有没有？那就几块肉就分好了。对，他你说这个是在地人比较会吃吗？这间店很少观光客会走过来。完了，以后人家都知道了。而且这间店是在地人在吃的，来这边呢，我们就是要这种。哎，来家拢是高雄人，哎呀，拢自己人啊，人拢介好，拢介和善，头家嘛介好，很请我一份，谢谢头家啦，好不好？下次再多多来那个买一下饭这样子，之前也是蛮常来的，然后来减肥之后没办法控制嘛。后来都自己在家里煮，无怪头家员工你照顾不来，照顾不来，跟不一样。真的是从小吃到大，从小吃到大。他说以前那个宏大下班就他没有以前那个宏大之前做面包的时候，做面包的时候，哎，对，他还做过面包，哎，对，做过面包，而且以前都是劳碌活啊，所以我们就珍惜当下，我们就非常珍惜现在的那个感觉，对不对？现在做着我心目中最好的职业。必然你从小就有 YouTube， 你心变小。没有，我从小是想说当个谐星之类的。真假的？真的啦，我小时候就想说当个谐星，把那个快。快乐带给大家。那你跟我不一样，我小时候是想说，可长大可当刘德华啊。真的假的？你小时候没想到变谐星。真的，我们虽然差了几十岁啊，但是我们小时候应该就是那时候港剧很红的时候。港剧，所以那时候的偶像大部分小时候都是港剧嘛，像小师哥就刘德华嘛。像那时候我的偶像是那个什么张卫健，张卫健，我就很喜欢张卫健那种搞笑的感觉，对，我就觉得他讲话很幽默，很好笑。他全部的影片我都有看，《齐天大圣》是他最红的一个。我小时候是周星驰的。周星驰，这周星驰也超厉害。我是小时候周星，本来想当偶像，更谐星，就慢慢就歪掉了嘛，就不知道人生的道路上哪一个环节出错了，哪一个环节他挡掉了，从哪一个环节开始出错？对，我们就一路歪到现在。我在怀疑是出生就错了。画艺金库。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，上百种的个性化安全带，来找想玩车就对了。